对，这个中间的变化还很多了，比赛也还很难讲啊。不过在这个半局啊，桃园已经是吃下了一个大局了，三垒上还是有跑者。哇，因为这个球结果漏掉了，现在跑者要回来，哎呦，捕手这边也没来得及补位。哇，投手、这个、球投手来不及补位了，对对对，投手来不及补位了。哇，投手这时候要回来也没有办法，结果现在反倒是一个挖地瓜的爆头，让三垒上的跑者回来。这个球哈、哦，压得够低的一个变化球，落地以后又改变方向，所以打轰没有办法接到。那这时候投手又过来的时候，时间也已经慢。不过詹志尧的起跑抓得很好，哦，出发做得很好。即使这个球林奇伟补位来得及的话，未必抓得到。因为他一开始其实距离三垒垒包就有一段的距离。嗯，你看看哈、哦，相对位置。对。接到球如果补位来得及，有一些机会。